干啦，过甲真紧，已经是第三天诶，搁一点半，三点半，咱若要一个结婚诶，一个翕相，哦，看在座各位吼，翕相发现，台湾民政府，十对啊，一群好成功，来，咱迄个。兄弟，好，请坐。无讲良心话啦，坦白讲，我感觉真艰苦啦。
但是哈，但是哈，虽然哈艰苦，但是我要请教各位啊，你有感觉有得到物件无？敢有影？我讲，我相信你绝对有得到物件啦。这无，你为今日开始等伊出来，你会当看报纸，会晓看报纸，唔是讲你唔捌字啦，就是报纸你讲什么话啊，你也要分别啦。中华民国甲台湾爱拆开的，啊，要讲中华民国甲台湾拆开吼，我要含各位讲一个小可较深的理论，哦，你听好清楚哦。你若听这个，我即马甲你讲的这个论述以后吼，我甲你保证，所有的国际法的博士啊，你拢听好，甲伊吐槽，因为哦，因读博士的人都无读到，我读博士嘛无读到，我是因为这几年啊。研究国际地位的时阵，这个战争法啦，啊，我才深深体会出来。杜勒斯就是写《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人，伊的阿公是写《马关条约》的人。迄工作啊，拢伫写条约呢，所以你毋通看迄个条约的问题，条约要写，毋是遐尔啊简单呢。条约要写吼，我甲你讲，真真正正是足无简单嘞。但是你甲看吼，巴黎条约，巴黎的条约有几啊？几个人的巴黎条约啦吼？迄、那个美西战争以后的迄、那个嘛，巴黎条约足济啦。但是这个条约你甲看吼，真正唔是普通读法律的人会当写出来。但是我甲你请教各位啊，什么话叫做国家？什么叫做国家？我跟他讲国家吼，台湾人的一挂学者，他甲都讲起啊啦。来，讲一个大家听有的国家是啥物？蒙特维多公约啊，伊讲有符合四个条件哦，啊，算作国家啦。符合啥物话？你是一个，你有土地，哦，你有土地，你有人民，有人民，你有政府，有政府，你有外交权。安尼这四项诶，安尼叫做蒙特公约啦。蒙特公约有缺点哦，有重大的缺点。什么缺点？伊无讲到占领诶时阵，是毋是叫做国家？那一个国家去互人占领，安尼这个国家是毋是叫做国家？哦，这是问题呢。啊，那这个从占领的时阵，不是国家的时阵，你都爱阁进一步甲研究讲，啊，这个国家是安怎形成？你我请教各位，台湾有土地无？我问的这个问题吼，你无法度甲我回答啦。台湾有没有土地？没有啦。这个所谓土地的意思讲法定，敢若亲像讲吼，你住伫迄间厝内底，人甲你问讲，这间厝是毋是你的？我住伫遮当然是我的。不一定啦，你无所有权证哦，无算你的啦，对不对？哦，你啊看哦，住伫厝的你就知影，啊讲国家你就唔知影咧。啊，这块台湾这块土地，是不是台湾人的？唔是啦，感情上是台湾人的啦，感情上。啊，实际上是谁的？你敢知影？我有甲你上课甲你讲啊，我讲是这类演变哦。这位马关条约，清朝的皇帝无代无志，将全台湾平湖，甲割予日本的皇帝。啊，夭寿，迄个东华迄边原住民伫抗议啊！我毋是属于清朝管的，你来甲将我的土地怎割予人？敢若亲像讲，恁家无代无志，我全将恁家讲啊，这个土地送予啥物人？你绝对唔甘愿要甲相拍。同款啊，原住民就甲日本拍，啊，原住民真歹呢。你知影美国遮尔啊切台湾是切啥？你知无？切两下代志。第一，我有甲各位讲过，就是1941年十月七八，为高雄机场出动零式战斗机啊，百外架去将克拉克军事基地的马卡萨的迄、那个啊做空军基地全部歼灭，全部歼灭呢。迄是日本讲做预退，敢那穿个鞋啊啊吹去。就是拢逃去啊，就对了。所以马卡萨这四人啊，从全部歼灭，跟他迄个战役。所以为迄个以后啊，伊就足恨咱台湾人。啊，因为台湾人迄个时阵是啥？是日本人啊。啊，所以
蒋介石伫台二二八伫台台湾人的时候，伊甲美国报告讲，我是台日本人啊，我不是台湾，我是台日本人。所以中国人从来唔捌将咱台湾当作是中国的同胞啦。啊，干那伊嘴伫甲你讲的时阵，讲咱是也台湾的，是中台湾人是中国的同胞。所以为着要来拍面这款的情形啊，我甲建议各位后摆。咱来去讲，我是台湾人，你减讲两字。马英九嘛讲我是台湾人，但是你若佮讲我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安尼才对啦。袂当佮人讲台湾人，这上假假，美国假假呀。啊，美国安那假假？美国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伫上海公报，1972年的上海公报。对咱台湾人的称呼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台湾关系法内底写啥 ？The People on Taiwan， 要求呢 ？Of Taiwan 甲 on Taiwan 啊，两个台湾啊。咱台湾人遐学者拢甲你解释讲台湾人啊，其实这两个差别足多足多啊，完全无同款。所以我是要建议讲，后摆咱伫外口若要讲，爱讲讲我是本土台湾人。啊，那安尼，马英九遐人哦，无法度讲伊是台湾人，伊毋是本土台湾人，伊是住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端的台湾人。搁来讲这个国家，这个土地既然毋是咱台湾人的，这个土地顶端嘛无政府。我若讲无政府，你讲啊，即卖迄啥物政府？咱即卖政府是占领政府，因为叫战争法啊，战争法是啥物？战争法就包含五个条约啊，五个迄个公约。第一，1907年的迄个海牙第四公约，海牙公约有几啊个吼？海牙第四公约啊，内底是有关战争啊所发生的代志的条约伫顶管。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红十字会有关战争的部分。第四，美国陆军总署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0几条。第五，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这个判例就是组成惯例法。因为有真多法律，不是跟你讲哦，也袂当偷摕物件，不是，伊有一个惯例，就是捌做啥物代志，啊有这个例，安尼叫惯例法。啊，这个惯例法是这个全世界都拢会当方承认。所以，咱伫研究台湾的地位啊，这个惯例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是安尼，咱讲台独联盟也好，啊，民进党也好，啊，做国民党也好，伊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敢问讲啊，你当时独立，全世界有这种的法律无？无人讲会出来啦。啊，即嘛就凊彩讲，啊，像迄个鲍芬卿啊，伊就讲啊，台湾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独立而来，啊，台湾都毋捌互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过啊，啊，毋是伊一部分啊，安尼免啊独立。台湾敢若一个时期啊，有独立运动，啥物时期？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到尾末期啊，有啥物？有文化协会、农民组织，这两个组织提倡的就是讲。啊，台湾人爱独立，迄阵个独立是啥？为日本土地分出来，安尼叫做独立。所以迄阵毛泽东嘛支持台湾独立呢。拄啊开始阵，中国人伊支持台湾，讲恁应该独立，应该为日本的啊做掌握中啊来独立。所以迄个时阵日本人伊嘛真烦恼呢。所以日本开始改善，开始实施皇民政策，1937年开始，互你改姓名，因为。叫马关条约的规定啊，不是马上台湾人变作日本国民哦，不是哦，这主要日本的内阁有通过讲 OK， 恁也当变。啊，这个通过是啥？是宪法。宪法就是啥？日本因为日本是天皇做主，日本天皇宣布1945年4月7日开始在台湾实施这个叫做明治宪法。迄个时阵，台湾人才取得甲日本人完全同款的地位。但你会记得无？我捌甲你讲哦，日本建构台湾主权是当时伫1915年，迄个1905年开始，最原住民甲伊征服，用10年的时间，
所以我乃会当讲，1915年伊开始即个取得台湾的即个主权，因为伊就是你知影吼，以前迄个航海时代啊，有真侪部落啊，即个足侪国家吼，什么即个葡萄牙啦、西班牙啦，迄当因的海权真强嘛，啊去共占领，啊占领遐酋长拢袂晓讲伊是国家啦，啊迄毋是国家，酋长是管一个小地方，啊因的势力啊，伊也无外交权嘛，所以无算一个国家，敢若算一个部落，甲印第安人共款。当然啦，咱爱讲，全世界是强权的国，迄个国家哦，第一家啦。台湾有可能变成强权国家无？我甲各位讲啊，歹势，真正无法度。你该台湾甲即粒仔囝，啊，咱要安怎？咱嘛有咱的生存的法律啊，咱的生存是啥？靠国际法。因为伫嘛拿破仑1830年、1840年以后，国际的局势改变。国际有感觉讲，安尼袂使哦。即、這个并吞就是讲哦，我拍赢，错了占的，啊就变我的。罗密欧大家讲，若安尼的时阵，即个全世界后摆哦，无一个特殊呢。什么人国家若较强的时阵，伊就去甲你占，啊就变作伊的土地。你啊看德国迄当阵，希特勒开始去占所有国家的时阵哦，伊敢无法度讲改并吞嘛无法度呢，因为有即个国际法伫内底啊，占领不移转主权。上界重要就即句话，后摆咱若你甲人讲，啊你中华民国伫台湾，谁你要看啥？因为占领袂使移转主权，这是国际法规定。台湾的进行国际一项，流亡政府袂让就地合法。所以台湾坦白讲哦，台湾的问题非常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哦？我甲你讲哦，唔是讲干呐，我伫研究，真少人有法度来研究出来讲台湾的地位。但是咱即摆研究了，什么人知？美国，美国的国防部有一大堆的智库，伊这大堆的智库拢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落尾啊，因为咱这个民政府研究这个台湾的地位哦，逼甲美国的国务院啊成立一个台湾小组了。因为真拄啊好，咱的这个成员内底吼有一位的成员的小弟的囡仔。可以叫去伫台湾小组的内底，因为伊要内底，所以美国国务院有真侪工课拢会予咱知，所以因伫内底有看到咱台湾民政府的文件，伊讲美国确确实实所有的单位拢伫研究咱的文章，每一摆咱若伫台湾民政府发表的文章啊，因马上登录去，马上摕去看，因为咱是真真正正伫研究这个台湾的地位，咱的研究我会当。足有把握，甲各位讲，100%，唔是99%，100%绝对健康。全世界现主席伫研究战争的国家无真多啦，是安内无真多，因为无定咧战争嘛。啊，研究战争外无法度食饭啦，因为无人甲你请你去食饭嘛，敢毋是？请你互你套路嘛，没有办法。但是拄拄啊好，我是感觉讲这嘛是天注定的啦。我伫日本读的时阵，我无想讲我会去读战争番的。我摕证件我是安怎嘞？我硕士摕到以后吼，阮教授甲我讲，啊你博士学位要摕对，啊日本你知影，日本要摕迄个课程的迄个博士学位哦，非常困难。尤其日本哦，政府安怎规定嘞？一间学校若有一个博士哦，都要等迄个博士过身以后，你才会当去顶替嘞。所以真侪人哦，读这个博士学位啊，读一二十章读袂毕业啦。我一个朋友吼，伊读民俗的啦，啊伊的指导教授吼。十档啦，还袂翘去啦，十一档翘去啦，啊翘去安那换教授啊，哇，伊个博士还位头开始进修啦，所以足可怜的啦。啊，所以迄阵我较翘呢，我讲啊，战争话无人听啊，啊较少啊，啊我写的就无人敢甲你吐槽啊，啊所以我真短的时间我就摕到博士学位，但是我摕到博士学位啊，我坦白讲我无咧用啦，啊我是为中国走转来以后吼，啊是李先甲我讲，我才摕出来用。啊、我真正开始咧从这个战争话去研究的时候，因为我无头路嘛，我2002年6月29日，我拢会记得呢。偷渡金门回来到台湾以后，我无头路好做啊，啊无头路变啦，啊我无想要去阮小弟的公司上班啊，我若去上班，我一工干干冤家啊，因为我大兄，我一定未爽快，甲讲你安尼，啊伊绝对反对的，啊我卖去上班哦，我领钱就好，啊伊也同意安尼吼，啊所以会当活到今日。啊，我这个研究这个台湾的这所谓战争观哦，其实我嘛甲大家讲，我即马讲的这套哦，唔是我的专利啦，
大家拢会当用，所有人拢会当用，安怎？唔是我发明的，这是战争我写伫遐，你不要去看尔尔。旧金山和平条约写伫遐，但是中华民国的教育无爱予台湾人知影旧金山和平条约。啊，这就是予你知影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家啥哩学袂解说。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我甲各位讲过 ，Japan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迄个 all A L L 复数啊。但是 right 咱也无解释，过去拢无人注意啊。恁敢要注意？我相信恁绝对无注意。我若卖讲，你绝对唔知。卖讲恁啊，你唔相信？你即马叫一个国际法的博士，你甲讲啊，这个 all 的后边奈无要加 S， title 奈无要加 S。所以日本的吉田茂1963年写一本书《The War in Japan》，伊讲我日本无放弃台湾的主权，我干那放弃啥主权权利啊？啊，主权权利你放弃掉啊？啊，你还佫一个件甚物物件？有权利就啥义务嘛？啊，这是啥万国公法内底物件？哦，足深的嘞，佫附加万国公法。啊，这个全世界这法律上界大的法律叫做 Law of Nature。自然法啦，人讲迄个 law of nature 就 law of God， 上帝的法律啦。上帝的法律下骹就是啥？万国公法啦。1886年，这个万国公法本来是法国人写，落尾也是这个英国人，这个美国人写。啊，所以这个清朝哦，因真巧啦，伊伫1939年的时阵哦，伊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不是1939，1839年的时候，伊就研究啥？研究这个万国公法。日本迄个也做。版本龙马，萨卡摩多六马，伊万一当啦。啊，萨卡摩多六马，伊研究以后啊，伊家迄当阵的幕府将军讲，咱都爱实施万国公法，安尼才会当来打败这美国、英国这入侵者黑船呐、啊。啊，无唔对啊，因为伊安尼啊，吼，这个啊，做日本的明治天皇啊，全面实施西化。所有的东西都改、啊、改了真成功，那是天皇的，他有那个威信，他改了真成功，改了呢，他的国家非常的强起来。清朝呢 有用这个万国公法，那个普鲁士啊，就是德国啊，那个船啊，去弄到他清朝的船，他用万国公法让这个清朝啊去赔钱、啊、因为他这样说以后啊，这个清朝开始赔钱以后呢，你会当知影就讲，你中国嘛是赞成讲万国公法，所以万国公法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爱做的。今日我就甲美国讲，你爱照万国公法来，我台湾建树你，我甘愿，我武器无你好，我无原子弹，我台湾去互你占领，你甚至叫中华民国代替你来占领台湾，我嘛甘愿。但是你未当无人将阮台湾人当作人看，中国人无将台湾人当作人看，实际上你若要甲记咧，有够济啦，真正有够济啦。占领未使移转主权，未使移转这个主权代表啥？未使做兵。你敢捌看到美国去占伊拉克了，叫伊拉克人去做美国做兵？无啊。美国托管迄个琉球，敢有叫琉球人去做美国兵？无啊。独独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叫台湾人去做你中华民国的兵，啊，未安尼叫你做，伊甲当时叫你做，你知毋知？1949年的10月才叫你做，1945年甲1949年，这个四年的中间，台湾人嘛无你做兵啊。后尾啊，伊想想的讲哦，要甲你骗，用教育就甲你骗啊。啊，咱拢总是中国人啦，啊，你中国人都爱做兵啊。啊，台湾人未晓反抗啊！对不？1947年2月28日，叫太惊着，卖讲太惊着啦，到今日为止啦，还佫有足侪人哦，非常的烦恼，烦恼啥？烦恼咱像咱这个组织，啊，若好加在美国，你甲咱斗三工，啊，若无甲咱斗三工，咱真正会吐嘞。美国甲咱斗三工，伊啥物甲咱斗三工？1945年的时阵，美国人是讲因为。这个叫做1949年迄个时阵吼，伊本来要叫蒋介石卖来台湾，伊叫蒋介石去迄个海南岛，但是后尾台湾去互啥物人害？互宋美龄啊！宋美龄这查某真水，英语足好讲诶，佮讲啊有够好听。伊甲美国的参议足侪人非常的好，
啊，实际上安那好，我唔知影啦，但是非常的好。好家吼，伊若讲啥，伊就讲啥，甚至吼、哦、叫参议员通过吼、哦、援助迄个中国的迄个美元呐、啊，啊美元摕去哦，迄蒋介石因迄姓宋迄个工作啊，宋美龄因迄工作钱刚摕去啦。所以我甲你讲吼、哦，我真正讨厌中国人，唔是讲我好好去收去，我伫遐讨厌。真正伫中国吼、哦，真正唔是人伫管人诶，是。什么人呢做较大？什么人是共产党？伊就让甲你管。啊，无讲实在话，我请问你，共产党有台湾人无？无啊。共产党无台湾人，什么人台湾人？国民党啊。咱即马无去混国民党，去混共产党，迄嘛无道理呢。啊，是安奈混共产党？国民党甲你教的，甲你教迄万恶的共匪啊，甲你讲哦，伊若安奈野台啊，甲迄个时阵。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以前，伊甲你讲，中国国民党放传单给台湾人讲，哦，美军啊定量哦，会将台湾人台哦，查某会甲强奸哦，所以大家拢惊，啊日本毛惊呢？日本将迄个关东军上强的两个师调来台湾呢，迄两个师调来台湾是哪？是要打算要甲美国战啊？但是迄当阵的马卡萨。伊迄当阵是讲要先攻台湾啊，要跳台湾做一个跳板吼，啊才攻去日本本岛去啦。但是后尾啊，迄个罗斯福因顶无同意啊，伊安怎？人家讲啊，你讲啊菲律宾是你的领土呢，啊你无先摕家己的领土先摕倒转来，啊你先攻日本的领土，安尼敢对？啊菲律宾乃美国的土地，你知唔知？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打输。西班牙挂四个所在，和美国、古巴、波多黎各、关岛、甲菲律宾。所以照道理来讲哦，菲律宾伫迄个时阵挂和美国以后啊，因为菲律宾哦有几千个岛啦，人伊真巧，人伊嘛有读国际法，因家己成立平民政府，菲律宾平民政府。啊，即、這个菲律宾平民政府甲美国战，啊，即马战已经战输诶嘛，啊战伊就走，啊几啊千万。前面迄个岛哦，美军掠伊袂到啦，啊掠伊袂到咩啦？美国全无法度啊！美国参议讲来讲，啊，所以1934年的时阵哦，来讲，啊讲啥？伊家己讲安尼啦，我阁管十档啦，我管十档以后吼，啊我正我行你啦，哦，互你独立，互你建国啦，啊真正，但是管八档，管1942年的时阵哦，啊，叫日本接去啦。啊！日本占了了后，过当讲1944年的时阵美军骨甲摕倒转来，啊，即马摕倒转来以后，佫经过两年，1942年7月7日，美国人替菲律宾甲全世界讲，伊独立啊。今日台湾经营甲菲律宾有共款无？无啥共款，嘛是有共款会当利用的所在。美国人正式甲咱台湾民政府宣布，咱台湾爱学琉球。伊讲这有理呢，想爱学琉球，你想看卖啊吼？日本的土地，迄当阵日本时代是包含琉球，包含台湾呢。啊，台湾伫1941年4月7日已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将袂当用挂荷人。啊，袂当挂荷人的时阵，马关条约无甲你挂呢，没有将台湾讲挂予什么人呢？卖讲家己拢家己感觉讲啊，我都已啊，我以前挂号什么人？挂号中国吗？没有啊，没有啊，绝对无挂号中国啊，无挂号中华民国嘛，无挂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阵，阮本来迄个论述内底，我讲台湾啊是limbo 的悬空啊，地位悬空啊。其实来讲啊，也不叫做悬空啊。伫旧金山和平条台湾地位有确定什么物啊？因为1950年要签。迄、那个马关诶，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联合国有六点，其中的就第五点嘛，伫秘密档案内底有讲，要予台湾自治啦。波茨坦宣言，伊讲日本迄当阵要去战争的时阵，伊讲哦，安尼日本哦，那战输的时阵哦，要改限制四个岛就好啊，北海道、北海道、本州、四国甲这个福冈，这四个岛就好啊。其他的所在拢未当献给日本，
我跟你讲啊，波茨坦宣言讲遐话啊，无照国际法来，照国际法来啊，伊袂当安尼啦，因为占领袂使依专主权，会记哩无？照道理来讲，奥克纳瓦要行日本啊，台湾要行日本啊，伊那波茨坦宣言会当敢讲安尼？所以是安怎落尾啊？琉球伫1970年的时阵啊，经过谈判，唔是条约谈判哦，迄当个吉田茂和美国的这个啊做迄。1970年的尼克森呐、啊，哎，谈判，行议，啊行议哦，有条件的啦。迄当阵吼、哦，日本政府赔予美国偌济，3亿2000万呐、啊，3亿2000万，即马听起来敢那真少，对不对？迄个时阵的3亿2000万哦、啊，是等于日本战败以后赔予韩国人的钱啊，更加济，赔予韩国嘛是赔1亿外尔尔，啊为一个乌克兰啊，行下赔3亿2000万，啊这3亿2000万啊。值得啦，真正值得啦！啊，即摆停的时阵哦，先看含钓鱼台啊，啊总行，钓鱼台上的，咱爱照法律来讲啊，钓鱼台其实伫这个马关条约内底啊，已经挂予日本去啊。钓鱼台伊是安怎挂予日本的？伊讲台湾跟台湾周边的土地，周边的岛屿，钓鱼台是台湾周边的岛屿。台湾周边的岛屿，这个土地拢总挂予日本。啊，即爿日本，啊，即毛迄个判例呢？迄、那个啊，做台湾总督府的第12号公布内底有写呢，写钓鱼台是台湾的哦。啊，迄当阵因为有人因为掠鱼，伫日本提出告诉啊，告诉的时阵，伊讲哦，钓鱼台是属台北酒馆，所以那照法律来讲啊。这个钓鱼台是属台北，属这个台北州，属台湾。但是，1970年，美国从奥克纳瓦行过日本的时候，是一个岛一个岛岛岛行岛了，含这个钓鱼台拢行。行以后，有真奇怪的代志哦。日本政府伫顶去年已宣布，2013年，美国将钓鱼台划归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表示啥？本来不是伊的嘛，本来已经挂出来嘛，不是讲挂出来。本来这个土地啊，在迄个以前的时阵啊，已经这个叫做在台湾属于台湾啦。啊，即嘛台湾因为美国行的，伊就暂时来占领。其实日本政府啊，有一点错误啦。伊讲哦，伊安那讲呢？日本政府讲哦，1895年二月份呐，伊宣布，家己宣布的。钓鱼台属我日本的土地，但是过个月3月份啊，大清帝国宣布讲 no， 迄是我清朝的，我几百年以前我就用迄块土地啊。但是伊未记得一点，198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约，钓鱼台属台湾的周边的岛屿，挂予人啊。日本政府呐也要讲用这个马关条约去解救赎啊，中国人无话讲。啊，这饭桶啊，我即马才甲教伊，即马最近知啊。你想看卖？钓鱼台离开台湾340公里，与那国岛伫迄个花莲边啊110公里，较远的是日本的，较近的，这个离台湾较近的啊是日本的，啊离台湾较远的是台湾的。啊，所以日本人哦、啊，这个国际法你若有研究个真好哦、啊。你伫国际上去讲吼，你就有法度。所以南海争议啊，美国国防部有叫我写一篇文章，叫做《南海论法》，就是南海这个所在法律到底土这地是啥的，这地是啥的，我有写一篇伫咱的网顶，美国政府提起你用。所以会可见讲吼，咱即马现主持台湾来讲这个国际法、战争法内底啊，咱台湾的研究啊已经是全世界领先了。含苏联都派记者来访问啊，访问了伊嘛拢惊着啊。我讲对一条对一条对一条，伊嘛无话讲啊。所以罗威啊，转去了伊嘛去改变呢。伊去甲日本讲，伊怪日本啊。伊大声转去去怪中国，伊甲讲哦，迄、那个夏指导，夏指导你知无？伫迄个东北迄个甲迄个苏联的界界，有一条河真大，迄叫什么什么什么万国江，我袂记得。迄个岛吼，苏联去共占去啦。啊！伊嘛惊讲吼，占领不依转主权，对不对？你占较久，人家套你了，伊人爱行啊，总是讲爱行啊。伊讲甲中国讲啊，安尼啦，安尼啦，我行你一半啦，吼、哦、啊一半我摕起来，安尼好唔？啊，这推下面的江泽民签的啊，江泽民讲，反正我是
历史上的伟人啊，我将以前判给的土地给摕倒转来啊，来签了。免签啦，那就签。占领袂使移转主权，伊无读啦。后摆咱拢会当读啊，你也甲讲。啊，袂赴啊吼，伊签啦。啊，即摆苏联嘛真巧呢，苏联即摆迄个两个记者甲访问了转去吼，啊去甲日本怪呢，伊讲安尼啦，我甲你占北方四个岛屿，对不对？我还你两粒啦，日本不能要同意呢。好，我较紧嘞，透过关系甲因讲，袂使同意。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呐，啊，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啊，即马我讲咱战争发来着，日本甲今日还佫战争中呢，无签和平条约嘛，无签和平条约，今日还佫日俄还在战争呢，法律上啊，我讲法律上啊，所以我讲一定爱签约。签落才来决定，但是日本无迄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啦，唔敢啦。那我是日本的，即马现主席，我日本的首相，我甲苏联讲来签。你爱研究嘛？你研究了，你伊无法度，你用这套办法，用这个战争法甲伊讲，伊无法度含你讲啊。世界国较歹，包括美国同款啊。美国即马对台湾啊，伊唔敢乱来啦。这边迄个听证会有无？十月十六举行的听证会啊，我讲好大，你国防部甲迄个国务院，你参加看卖啊，我绝对甲你告。伊咧讲迄个台湾关系法有无？迄个啊做台湾重要，迄个听证会啊，后尾啊伊个听证会拢讲啥？军购啊，干呐卖武器？我讲无你好大，你表态看看。后尾啊国务院无参加，国防部无参加。啊，落尾安怎？有卖武器无？无啦，各位，两年前我就讲啊，未使卖互伊武器啦。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你知毋知？美国的国防部，这个国务院规定啊，塔利班三个条件：第一，唔是国家；第二，你有武器；第三，你叫老百姓做兵。中华民国完全符合啦，恐怖组织你来歪的啊！台湾人和恐怖组织的通敌，你敢知啊？这是所以2017年开始无做兵啊啦！你唔通叫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拍兵？没有啦，是民政府拍兵的啦。这拍破应该，因为阮兵足够的，啊，刚邮票钱嘛开几啊百去。还佫拼一项啊！袂使有军队，对不对？你中华民国国军的 logo 爱摕掉啦，即马摕掉啊呢？你去咱的网顶去看卖啊，拢摕掉，你看，拢摕掉，你看，战车嘛无，直升机嘛无，逐项拢摕掉掉啊，拢摕掉嘞。哦啊，开几啊百块才拍一撮啊炮啊尔啦。哇，唔免啦，啊上个班啊，嘻嘻，安尼歹看，但这是传播呢。我跟你讲吼，我绝对敢讲一句大声话啦。台湾民政府一定当得到台湾人家己的政权，这个政权要当时要得到，我跟你讲，是不是会渐渐啊是安怎？会安怎成熟？我直接预测给你听啦。我算命算的，我算到啊。有一天雄雄变过来，会安尼啦。啊，这个进程会安怎？美国会成立两个政府啦，成立流亡政府嘛，成立台湾民政府啦。啊，所以美国人真巧啦，伊讲卖战争啦。我讲当然嘛，卖战争，我也无武器啊。啊，我无武器啊，我有法律啦。哦，我有法律啦。啊，所以我告安尼。我看美国也知影，我搁告两件啦。啊，第一项我是经告中国国民党啦，告伊啥物？有一个黄金债券，迄个要求啊吼，你中国的时阵卖了无够，搁撇来台湾卖啦，搁甲你骗讲哦，来哦，我有黄金债券啊，哎，你若买这个黄金债券哦，啊，我一年哦，哎，还你几万块，吼，啊，安尼啊，真正足多人去甲买啊，啊，即马还几期？还一期尔啦。行行了无行啊！啊，即卖伊宣布中华民国灭亡，啊灭亡以后，迄个黄金债券摕美国变做古董啦，啊无人要买啦，啊阮看着啊，
哇，这好物呢！啊，一张吼、哦，一张虽然是真贵啦吼，哎，十万块美金吼、哦，啊，你卖几百块啊尔？卖啊！我招一大人去甲买啊，啊买买啊啦，过。哦，你国民党要有财产呢，你等于的不只是台湾，啊个我本来住伫夏威夷啊，夏威夷有一个文化中心，迄拢是宋美龄的厝，迄拢是中国国民党的财产，你知不知？啊，个迄个听伊讲哦，还个有真济所在啦，所以哦，我甲过，我甲各位讲，九月十七，美国讲你国民党若无要派代表出来答辩吼，啊要单方面审判。啊！若审判你到底吼，我甲故意讲，我就去甲封，我甲封伊个财产。我相信你报纸做你卖甲报吧，紧卖报啦！即个报纸若无报的吼，死狗吼，民政府成立遐报纸先封啦，安尼好冇？好，足受气呢！那真正是非常的受气呢。啊，毋是安尼尔尔。第二，我甲告啥物代志？你美国的高等法院已经判决我台湾人无国籍，当然啦，这无国籍真好啦，啊无国籍，所以甲日本天皇同款无国籍，咱是天皇的地位哈，各位，咱拢天皇，无国籍，啊你美国，我讲我要去旅行，我袂当去啊，可怜哦，我十年无护照呢，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啊，啊美国讲啊你当来啊，我无要去，我都无护照啊，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我要去请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我无法度去啊。所以不管是官司啦吼，迄、那个甲过的时阵吼，还是酒会，我拢无去啦。啊，我无国籍，所以你美国爱给我国籍啊。啊，即嘛，伊讲啊，你唔甲我教，你美国人甲我教讲啊，甲琉球同款啊。啊，琉球迄当阵无国籍的时阵，琉球安怎出国的？美国军事政府发一个琉球民政府的护照。啊，用这个护照，我有摕到呢，有摕到迄个样品哦。哦，真好。我甲美国讲，啊，你是本啥？啊，伊讲迄琉球的民政府的护照。啊，我台湾民政府敢免护照？哦，创护照伤刺激。伊讲你先办身份证。啊，即摆办身份证，咱就公民权利法案通过，嘛阁甲咱刁呢？三摆才通过啦。啊，哪三摆？第一摆吼，等候伊，我去当昨日有甲恁讲过啊。等候伊，讲甲你讲，喂，啊，你毋是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啊，遐中国人，奈马上变做你台湾人？哎，有影咧，无经过咱的法律，袂当会变做台湾人。哦，所以咱就跟他修改。啊，即摆佫再说，佫客气，伊讲，哎，台湾分做两种人，一种是占领者，一种是被占领者。啊，这你被占领者来管占领者，袂杀你啦。我安尼要安怎？我讲安尼嘛，真简单嘛。被占领者先予占领者，占领者委托美国来甲伊代管，安尼总会使嘛。还讲可以，啊，即马通过，啊，所以我各位讲，高雄州、台中州为七月初开始会当申请身份证，拍破啊，即爱拍破啊！这个身份证开始申请，咱嘛要甲试看卖啊！这个身份证摕到的第一张哦，签证，伊讲唔免 interview 啊，对不对？啊，那第一张免 interview 啊，各位，拢总免 interview 啊，但是伊甲你警告呢。欸，袂当作弊哦 ，Roger， 你袂当作假哦，有影呢。啊，所以吼、哦，咱唔通去学中国人，绝对唔通作假，大行拢爱作真呢。所以我甲这州长拜托，恁的心态哎，老老实实来发哦。老爸是啥物人就啥物人，有啦，咱的台中州的州长吼、哦，州长讲啊，因阿公是迄、那个用对一个大不列颠呐、啊，英国人啊，我、哦、英国人好啊，卖中国就好啊。啊，莫怪咧，咱我以前你感觉讲，咱这个台中州的州长烟斗是安怎来？原来是大不列颠呐、啊！啊，所以我讲的无唔对嘛。我来东欧用迄金塔帽的，啊，做水查某囡仔甲查甫的，来台湾读册嘛。啊，嫁予咱家的人还是娶咱家的人？后摆咱的后代哦，拢金塔帽的，哇，够水！啊，台湾人愈来愈水，对不对？对。恁拢无机会啦。对。啊，但是迄个时阵有啥物好处？中国人来过来台湾，伊绝对唔敢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呐。拢金塔帽诶，拢讲英文，在那一部分，你食较歹。迄个时阵台湾就吃亏啊啦。所以咱真正爱做台湾的好代志，爱替台湾未后壁诶代志，未来代志爱替因想好。
因为因袂晓想呢，即个少年也袂晓想呢。我迄天甲十二个朴树生开会啦，我讲啊，即、這个迄当阵啊，日本时代的时阵啊，我讲日本时代、啊，西方在台湾，十二个学生朴树生七个甲我讲哦、啊，日本，拢查某囡仔，个所有查某拢讲日本。日本轰炸台湾，啊！你笑话有影？日本轰炸台湾，什么人轰炸台湾？大家拢知嘛？啊，囡仔唔知啊呢？你免甲笑，可怜啊！八年抗战啊，蒋介石甲你讲诶，八年抗战啊，真真正正敢有八年抗战？迄未见未写，1941年十一月初七，日本轰炸珍珠港，十一月初八。美国甲宣战，伊全对后壁十二月初九宣战，啊，但是嘛毋是蒋介石宣战诶，林森宣战啊，迄、那个国民党诶主席林森啊，蒋介石迄当是啥物？行政院院长啊，啊，我有证明哦，有，你台中哦有一个会馆哦，内底诶资料馆内底，迄张公文啊清清楚楚，林森啊，林森宣战诶啦。未见未晓，讲蒋介石讲我偌伟大哦，看到鱼啊呢，啊那逆流而上啊，你要相信吗？到迄款鱼，啊咱囡仔未晓想啊，甲你讲我废除不平等条约啦，吼、哦、实在讲吼、哦，那咱台湾人吼、哦，好在中国啊实在是骗到有够功夫啦，真正有够功夫啦，什么都甲你骗。书店做咩？所以呢，今日咱台湾人吼、哦，咱台湾人实在讲吼，平埔族的大部分拢平埔族啦。还有啦，我搁一个代表甲各位讲，九月份开始，咱要集合十七个原住民的族群来这个所在受训。咱的民政府政策要定山坡地、迄、那个森林、迄、那个土地，先给原住民。各位。有的人讲哦，安尼无公平，各位啊！以前咱对咱原住民就无公平啊，伊敢有安怎？所以咱即摆爱互原住民拼啦、啊！遐原住民哦，四十几万人尔尔啦，咱就是1900万的台湾人，该照顾即个45万人啊，无甲对去啦。纽西兰、澳洲的原住民。纽西兰甲澳洲是为上介好的渔港，互因原住民分互因去住呢，互因唔免做啥物工课，因都有迄个头收入呢。即种的才是真正去对原住民的好啦。各位，台湾要彻底改变，彻底改变啦！原住民较老实、较朴实，咱台湾人特别讲头脑。我讲咧较歹听，干巧啦，酒请人啉，薰请人借，啊好心哦，摕钱借伊哦，一摆100块、200块，借一个人行未起啊，啊行未起，后你这个土地好啊，本来是一块土地1000万咧，啊借100万咧，伊就无多行啊，啊你100万，你还不起嘛，啊你土地给我嘛，我也不告你嘛，啊你土地给我，我再给你50万嘛，啊1000万咧，啊变成150万港币，迄夭寿骨啊！唔通啦！台湾后摆一定是个公义的社会，台湾一定是个公义的政府。今日吼，我听到迄个蔡吉远吼，真感动啦。因为迄个素华吼，素华伊唔捌啦，咱听讲伊唔捌啦，伊甲一般台湾人同款啦。哦，讲独立，你莫甲笑，恁拢有上过课啊呢？啊，用上过课你讲吐，歹势啦，迄贵宾啦。哦、因为我有跟各位讲，这个独立是日本时代有迄个独立的问题。今日的台湾的问题，敢若有啥物问题？自治的问题啦。你注意哦，我无讲建国哦。台湾有可能建国无？我跟各位讲啦，自治比建国搁较好啦。安怎讲自治比建国好？你听我跟你说明，你就知。今日美国、日本这两个国家拢袂歹，尤其日本。在法律上来讲，台湾这个土地还阁是本天皇的土地。在这个时阵，咱若介 Commonwealth 邦联，也爱甲咱照顾。独独
咱未使讲中国这个国家去交配。中国真正不是人住的所在啦，伊敢有五千年的文化吗？三千年尔啦，啊嘛甲你骗五千年，啊大家嘛相信，其实是三千年啦。你知影吼？你甲注意甲看，中国是少数人有钱，但是这个有钱不是个人的钱哦，听清楚哦。你甲看迄个中国人大 S， 咱台伫。伊讲自称台湾人啊，迄、那个大 S 甲小 S 啊，迄种中国人啦、啊，啊嫁予中国人，好偌好也有啊。我甲你讲，我直接讲予你听，我看免半年呢，若无破光我随在你，我破光是啥？迄是假啦，迄种是共产党的钱，国家的钱，唔是因个人的啦，因个人无偌济钱啦。啊，若像伊安尼挥泪吼，共产党早晚爱甲清算。中国每一年会整三，而且整十名啊，好野人啊，每一年差不多有四五个爱落台啦。啊，落台什么落台？按互掠去关啊。含迄个查某叫什么庆啊？刘晓庆，同款啊。迄当然我伫中国啊，嘛去互掠去关啊。哦，讲伊偌好野有啊？迄种假的，你莫相信。真正好个，像台湾咱这种个戆人去啊，去啊去投资哦，啊去用没收去。哎，没收以后，伊对我偌好，你知唔知？哦，五百万行李哦，一千万行李，三千万行李啊！我甲各位讲，我真正甲拒绝。我讲你三千万行我，我袂较好个。你不爱行我，我嘛袂较善。但是有条件，伊讲会啉啥？你卖阁研究啊啦！你吼、哦、出国去好好生活，我钱随甲你汇过。我讲三千万美金都要甲我买台湾，啊，我更何况我伫迄遐投资到七万几，七亿几的台票呢？买甲三两千两千几万，两千五百万呢？啊，五百万伊讲迄是利息啊。我歹势吼，我已经走转来十几年啊呢。若要算利息哦，美国来算是七年翻一倍呢。啊，我两摆爱翻几倍啊？不过伊若讲五十元吼，我嘛袂考虑啦。哎、欸，啊，这你免甲怀疑嘛。虽然毋是你的钱吼，你要替我怀疑对不对？我不爱挃啊啦。我真正讲吼，若真正讲，过去人台湾，我替台湾牺牲性命，你牺牲我看嘛。我若今日叫你讲来，你来牺牲，我看无几个站出来。但是我甲各位讲，今日有这个论述。台湾绝对会走出咱家己的天，是安那美国要甲咱停？因为美国嘛知影危险嘛。中国一直享受台湾，一直要将台湾摕去。埃克法签好啊，吼，好，我拍拍手。六月二九，去年的六月二九签埃克法。埃克法签落代表什么意思？你敢知影？伫法律上甲政治上什么意思？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内战停止，停止以后，你这些中国人会当回去。所以 EIT 在顶个月宣布金门马祖是属中国，已经去给你做准备了啦，你替咱台湾民政府做准备了啦。咱现在发布了这个新闻情发布了，那中国人会跳起来，但是不要紧，我也跟他说，你中国人若要做我台湾人，拜托，是我爱管你，不是你又像现在今天高高在上。我要怎样跟你管？你要有台湾的心，啊，有一部分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官员，要怎样？那就是比占领者变成占领者，这种的人是台奸啊。当然啦，有的人他去做官员以后对台湾也不错、哦、我们另当别论。那当然我们说你上次要叫五个人以上台湾民政府的成员给你保证说你是不是台奸、啊、这样给他身份证，这样好吗？好、欸、你不能卖哦，你不能去卖哦，我先跟你说，你不能说、哦、我有这个权利我给你卖掉，我处理了、哦哦、你的处理哦，是是是，好好，五百项给你处理，连战给你处理、哎哎、欸，我跟你讲啊，欧力桑哦，伊拢强迫我讲讲话爱算话呢。
我若讲伊处理这两个吼，伊就要家己处理啊。我即马讲啊，伊在算话，伊拢甲记条条呢。哦，五杯，哦，你袂当甲改哦，哦，你总理当改两杯不可以。其实讲五杯，我其实我有计算啊。一个州合并几个，四个管区，五杯哪有困难？啊，上届吃亏的什么人？咱的上届烟斗迄个郑州长啊，伊吼、哦。合并七八个管区哦，啊才五倍尔，伊减碳呢。我讲了有理吧？有无唔对呢？啊，所以你免讲哦，五倍啦，真正会乎你五倍啦。啊，我所以我有甲恁总理大臣，我有去讨论讲，即个民政府的即个啊做政策吼、哦，就是讲18岁以上的即个查甫甲查某囡仔，政府无条件送你一栋厝，安尼好无？好，啊，我有甲恁讲，迄个职位就来讲过啊，对不对？啊，有人无听到无？我讲一摆，好，因为我讲一摆会当录音起来吼。这个厝的问题吼，第一，我要讲要送你厝的这个理由，啊，甲这个要送你厝吼，啊，要用什么款的方法？因为我相信呐，即马伫电视顶面你看我这个演讲的人吼，伊会知影。第一点，所有的高铁。不是只有这条而已，全台湾所有的高铁和东线都要串通起来，所有的所在交通要非常的便利，所有的全台湾都要一日行，啊，如果这样就没有城乡的距离了，住在地都一样，送这个厝给你，当然这个规格都会各州的州政府，我告诉你州政府后来权力很大哦，州政府中央嘛袂当改管收济呢，伊嘛有伊的主张啊。但是这个政策送出一定爱送，哦，一定18岁以上。但是爸阿母若有三间的吼，歹势袂当阁送啊。哦，你一个人会当困一栋厝尔嘛，对不对？你摕三栋是咩创啊？啊，若大家拢有厝吼，啊，你厝收济无人要租啊啦，哦，无人要租啦。所以一定要让老百姓本身拢有厝好通住。因为大家拢免交税金嘛，啊免做兵嘛，啊这个美军的基地来做给美军哦，哦我跟你讲，迄钱诶，真正也唔知要安怎才好啦。啊，过来中国国民党赔钱哦，吼、哦、大家想赔有够多啦。啊，若赔了无够要安怎？我跟你讲，中国国民党听清楚，中国国民党所有的高官财产充公，起起来赔。我相信在座有国民党啊，但是我讲我，伊讲你若无缴党费啊，都已经无算啊啦。上个你即马开始唔通去缴啊哈，一年内底若无缴就无算啊，安尼好唔好？但是高官免走哈，高官绝对拢甲没收啊。啊，没收以后吼，咱卖用乖啦。我有讲吼，台湾民政府用啥物？鞭刑，拍窗拍卡窗的啦。你唔通讲拍卡窗真简单呢？新加坡若拍卡窗吼，一摆袂当超过5个，啊要拍的时阵，医生爱伫边顾呢，迄拨落去吼，迄、那个迄裤脚脱下，看看，迄皮全裂开呢，变成两爿呢，啊当然伊若拍较着咧，一个屁股变成四爿呢，啊拍5个变10爿呢，我甲你保证，迄礼拜绝对拢拍起困，啊你若去用判100个变形吼，一礼拜拍5个。啊！怎啊？一百礼拜内底，逐天都你拔迄个尻川边拢你疼，你会阁偷摕物件吗？你会阁犯罪吗？袂啦，大家拢有钱啊嘛，敢若瑞士共款嘛，你拢有钱嘛，你拢有车嘛，啊！你贪污要创啥？你贪污要创啥？啊！公迄、那个健保拢免钱嘛，啊！健保免钱，毛咱嘛有法度做呢，毋是无法度做呢。我甲你讲，遐老外健保拢讲甲取消。过去台湾人领3000，老外领12000、3000，咱即马完全甲并过来，台湾人领15000，无啊，甲美国同款啦，美国只领800，老人年均800美金啊，啊这800美金，遐老外吼未使领，啊那未使领啦，等于平淡嘛，敢毋是安尼？今日台湾人伫遮咧食苦，所有扣二座的拢台湾人啊！
今日哦，要救台湾，不是我一个。大家若无决心，我来说来去，我了解咱秘书长的心情，因为咱互求了够久啊。但是我会再感慨同款，咱首先，咱五万里定位会当带咱行到流出牛奶与蜜的地方。足大个寄望，足大个寄望。我25岁，出兵回来，7月初3退伍，8月初8甲伊见面，8月初9就做伊研究助理，一路拼生拼死，甲伊斗三工，无眠无日替伊做工课。嘛，伫全台湾去做农业调查、工商调查，看到咱足侪基层的人生活非常困难。我家己本身嘛是像昨讲的，昨日讲的讲，食旱之千宝，安尼大汉的。各位若看到我的书，会当了解讲，阮老母是规庄的豆浆啊，倒了了。自细汉就食遐臭烘的豆浆啊，大汉的，寒天无棉被，用迄个纱底材、迄个火炭，放伫门窗卡取暖；热天无棉被，用迄款呢未曝干的迄款呢甘蔗叶啊，到厝外安尼甲烧，烧火又烟，安尼规内底安尼烟蓬蓬干，迄个蚊啊赶走，是安尼大汉的呢。当我大汉的时，入去个台大的时，迄中国人的主力啊，嚣白腻腻，咱是求较欠，伊看咱无啊。然后咱有啥意见的时，伊甲你打小报告，咱甲伊无共款的看法的时，讲你是台独，你讲台话讲你是台独，伫美国读册的时讲，我咧讲台话讲袂使。我的囡仔，我参囡仔咧讲台湾话，讲哎，你拢台独。我伫巴提摩读册时，拄迄当阵也有中国个教授去伫迄个所在，也有台湾去个，即个中国人，安尼夹做伙，安尼甲咱欺负，安尼甲咱压迫，甲咱乞笑。平平留学生，我。一家伙啊，一个月超过开700块美金尔，但中国人拢超过1400块，迄个台湾去的中国人拢超过1400块。啊，讲咱啊遐艰苦，啊，咱真生意请伊食饭，讲咱食的拢足歹，迄无够生意。各位若看我迄本书《走过台湾50年》。我是念目屎安尼写出来，同款的心情。我咧写迄本《桃源去来》，即摆面顶本来看，可能本有人摕去看看，我甲当也袂行啊。我伫桃源县做局长，透早6点出门，安尼到处去巡。今仔日巡海边，明仔载巡山骹，逐工安尼行，下班阁继续车驶到处去，甲人交换意见，看看这基层过了安怎。我本来是咧拍五虎的，我伫美国倒来拢一直拢拍五虎，去看了讲基层大家生活遮艰苦。我伫演讲的时候，人打电话来讲，蔡教授，阮先生一个月赚20000块，啊，我有两个囡仔参我安四个人，啊，你甲我教讲，我要安那增加我的收入，互我会当改善生活，这是咱标准的，伫庄卡来台北咧找。找生路
的一款这咱的台湾同胞。啊，我拄着这人的时，我怎啊下决心，无爱阁拍五老虎，用低头代替高尔夫球杆啦。咱爱有这款来悲天悯人的胸怀。啊，但是呢，这是无够的，因为咱台湾人遐艰苦，是因为制度的压迫嘛，用制度、用政策来甲咱剥削个压迫，所以咱每一个人过啊足艰苦。啊，人伊过啊真春风啊，真凉啊，剥削者，一挂台湾的财团、企业家，甲政府挂钩，咧剥削咱遮基层的农民、甲劳工，啊油水水。用这我都等下甲咱后摆，后摆讲伊足牛诶。这是伫经济上、政治上咧，有一寡买办阶级入去甲国民党诶体制，伊嘛甲咱后摆讲，你看我遮牛，我做国民党诶啥物官、啥物官，我都等下伊甲你欺负，甚至你咧甲伊成长过程内底，伊打你小报告，互你背袂起来，伊甲你背起哩。充满这款诶人咧，这不公不义诶社会。所以啊，我会当充分了解咱秘书长，伊是原来是吼彻底有觉醒。伫台湾去互遮中国人欺负，去中国嘿啊是搁去互中国人欺负。啊，然后等下到台湾所看到的，烧炭自杀、跳水自杀，拢咱台湾人。捡起之后，拢咱台湾人，啊，食个油水水，啊，生活过得足嚣掰，拢中国人，天下哪有这款的道理？咱缴税，咱打拼，咧争取生存，好不容易赚刷钱来，捡这悬的税，遐税提起的时，因咧嚣掰，因咧享受。所以咱足感慨，我头先讲了李登辉十二年所作所为，我都带咱到流出牛奶与蜜的地方。蒋介石用李登辉做一个幌子，讲啊，恁台湾人已经出头天啊，松懈咱台湾人追求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公平正义，的这个努力的啊，甲这个心情啊，这個、心肝。这已经把咱骗一定去啊！过来，搁再用民进党，伊伫民进党成立的时，一手主导民进党的成立。各位一定爱去看白轩那本书，1999年出版的《全民公敌调查局》，伊描写讲民进党是安那成立的，用所有遐国民党训练出来、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人，拢安插入去是党外。安插入去是这个民进党内底，当然训练出来遐拢台湾人嘛。伊袂去训练中国人插入去你的党外甲民进党，就训练你台湾人遐招牌啊。伫读书时阵加入国民党，然后打咱的小报告，你唔加入国民党就打小报告。你咧批评蒋家政权打小报告，你咧批评国民党打小报告，然后因为步步升官去了。然后伊就受了国民党的重视，甲伊训练伊变来斗争，变来掌握权力，然后甲民进党改变，变作伊能掌握一个系统，叫民进党来欺骗咱台湾所有兵搬到台湾人民，然后伊伫后边甲国民党咧挂钩，为蒋介石继续努力来压制台湾人，迄就现出是。民进党就是安尼，所以阿扁出头的时阵，伊嘛是有迄个人咧甲伊控制，伊嘛无法度为台湾做应该做的代志。然后伊无法度做代志，伊用钱来满足家己。伊嚣掰，伊嘛唔知讲伊对台湾历史应该做啥物交代，所作所为，互咱一失望。即摆同款，即班人，搁再查一个咖喱啊，蔡英文出来要选总统，叫咱倒来投票给伊。我所以会知我真感慨，我已经彻底了解因的真面目是啥货。咱昨日秘书长有甲大家讲讲，伊派洪基昌去讲迄三个条件，无偌久，搁再派徐家清过去北京，这是咧创啥物？所以我会知才真感慨讲，
讲若国民党要出卖咱台湾人，咱真清楚。不过，若是民进党要出卖咱台湾人，咱无法度理解，啊嘛无法度足清楚。就北京的立场来看，上好是民进党来倒扣啊中国，上好是你台湾人来倒扣啊中国，来硬我中国。迄是因已经是国民党、民进党甲共产党已经三挂压做一挂，你压这台湾人啊呢？咱无法度自主性。即几天、即两礼拜、三礼拜中间，我参一个叫彭明辉教授，清华大学退休55岁退休，唔甘愿足起码迈怎啊退休，一直拢有保持联络。伊写一份讲粮食危机关键报告，台湾观察。我看足感动，我看你目屎，我怎随甲写一两批，伊甲回批，我来来去去安尼一直有咧来往。伊足希望我去遐斗三工诶，但是我不爱讲一概讲我咧创，伫即个咱民政府咧创啥？我一边回回一张批信，一篇两篇有关咱民政府诶报道，一篇第一遍一篇过来，就短短搞过两篇，过来短搞三篇，安尼希望讲伊会当慢慢对咱有所了解。因为啥？伊讲一定爱将即个中间选民37%，你甲伊召集集合起来。要造成关键的少数，要甲将伊个研究的要求、研究的结果、政策上要安怎做、要安怎做，要要求总统候选人来同意伊个主张。我讲你试看嘛可以，但我真的是无可能甲你赞成，无可能甲你支持，伊照常选落去。除非讲你推一个候选人出来改变，啊，37%的中央选民，乐意讲吼。来给他签署25万，签署，然后你站出来选总统，啊，若无伊拢唔惊你，你就是为这个办法甲变倒，伊只会惊，若无伊唔惊你，不管是马英九当选也好，蔡英文当选也好，行路拢同款，行路无两款，蔡英文都讲好啊，讲真早就讲啊，讲我若是当选的时，过去国民党所做的这个有关两岸经贸交流的政策。我拢袂去甲改变，安尼，咱希望讲有一天，咱要安尼独立自主已经无可能啊。政治甲经济是不分家啊，政治经济不分家啦。经济影响政治，政治影响对经济也较严重的影响。即款的情形之下，你讲政治甲经济要分开，这是通派的要求，通派的希望。所以在理论上，我十几年来一直跟通派在做这个比战，他们说政治经济可以分家，我是主张说不可能分家，因为你经济去给定掉的时候，当你脑后去给定掉的时候，你没得喘气的时候，你要主张自由，要自由主张自治，哪有可能要主张独立，更加不可能。所以现在说咱民政府将来希望说跟国民党会做完全同款，甲现出时中华民国体制完全无同款。咱要重视农民，咱要扶持小农制度，父母一个农家会当过快乐的日子，会当过像样子的日子。迄是咱台湾历史甲文化的根，咱的古调。殖民政府、日本政府，这毋是个所在啊！一直剥削，一直剥削，甲你的小农制度破坏。然后，让你无法度生存，到尾你无农业，你来靠中国。当你靠中国，随时你哪有得叫定调咧？你就无法度喘气，你就爱导航。这是足恶毒的一个部署，很多政策、足济政策，拢是涉及政治，很多经济政策，包括足济人甲讲，我彭总裁，彭怀南呐，哦，一流的总裁，一流的总裁。民众的时阵嘛，安尼讲呢，讲伫我咧看起来，迄是末流的总裁。因为啥，拼经济的失败，就是你无爱贬，将咱台票贬值嘛，贬单嘛。大家回想2001、2002、2003、2004、05、06，这几年是安咱经济一直崩落，经济一直败落去，啊，资金一直流出去，
自杀的人一直增加，拢是平均值失败嘛。我参加民进党这个体制外的平均值会议，是几啊届，大家检讨起来，结果讲平均值失败是因为咱台币无贬值啊，因为央行总裁不给它贬值啊，不给它贬值的心，方便什么？方便资金向中国大陆流出。啊，这款的总裁有咧顾台湾的经济啊无？我是估计咧咧，像安尼部长太济咧，所以足济人唔知道财经政策的厉害性。凡是价格拢是足重要的关键因素，这个汇率就是价格，汇率就会让主导咱资源的流通、资源的配置。所以吼、哦，咱的名目汇率会主导咱的这资金的流通。这不是甲经济，那经济头不通啊，不是甲迄经济头不通的人讲，伊是听无。你经济头不通的人一点就通。所以我迄阵，既然有一届讲要叫彭淮南做行政院长，我马上写一个 report， 给李秀莲啊，我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还有主张这个二次政改是不害死台湾的。在民进党时代，足济经济学家拢咧主张二次政改。二次政改即是要吼，把咱的银行财团化、金融财团化，最后结果就由财团来控制台湾的经济，即嘛是足可怕的。所以我伫迄个报告内底，我就大幅度批评一寡财经学者、甲财经官员呐，几乎话点着拢，到尾也是李秀莲煞怎啊点起啊？唔敢佫讲啊！伊讲、哦、我要推荐彭淮南当行政院长。当然，伊唔是直接甲我讲的，伊是甲阮查人讲，阮查人是伊秘书，阮查人等下咧甲我讲，我马上写一个报告给他。搞不清楚状况，无知，我们写一个报告写足咸的，伊怎啊点去？哦，原来如此哦，哦，真是点的。所以各位啊，这个知识哦，一定要丰富。而且要深入，特别是财经这类物件是非常技术性的。咱希望讲吼，将来咱有年轻人哦来上课吼，那讲起比较上理论实务兼顾的面，和咱阿摆财经政策的拟定哦，会当真正是为咱台湾的基层的民众、劳工农民来做代志，唔是乎财团企业。台湾袂使无劳工甲农民，但是会使无大财团甲大企业，咱毋免遐大企业甲大财团，拢咧放鸡屎，无咧生鸡卵。要看王文庆，伊早期出来时，朝阳木业在嘉义人就知，朝阳新茂，我三十几年前我咧日本公司咧做木材进出口，我能甲朝阳木业这两间公司有来往。伊较早咧冒茶的时候，冒五家错十家。我若讲嘛咧冒茶，我若讲是冒五家错五家的，阮无好业，伊好业干呢？迄是安怎来的？过去过早期都有人咧批评伊，透过朝阳木业咧出口迄个希诺去啊，偷做迄个茶。啊，然后是安怎？政府会当借钱回去炒股票？在民国六一年股票起要未爬起来之前，为了要家己股票摇起来先借钱，啊，伊即摆只有钱摕来先吼，伊读了差台塑，你做啥？做原料诶，啊，即摆差了哦，着搁差南亚咧做啥？做成品诶，啊，你原料厂甲成品厂都倒来倒去，拢伊咧趁钱啊，诶，即拢政商勾结来呢，这是内线交易呢，但有抓无？无抓，伊钱是安尼出来，伊财产才侪是安尼出来呢。我讲要海昌的时候叫他卖去，就哦，回一个迄个六轻冲到云林，啊，结果云林搞得乌烟瘴气，足侪人得癌症。伊为了赚钱，完全无为台湾设想啊！这款的企业，咱拢会当买。台湾无发展石化工业根本啊，无迄个卡生袂使食迄个下游。咱要石化工业产品，咱去阿拉伯国家，也是讲有迄个像
这个一年，这个有出山石油的所在去改变就好啊，咱唔免创石化工业啊。乌甲全蛋，乌烟瘴气，不适合人住，安、啊、尼有效无？大家拢健康受影响啊，塑化剂食较济啊，这有必要无？无必要啊！咱咧学纽西兰、纽西兰、纽西兰，全国拢无化学工厂，无肥料工厂，无农药工厂，安尼呢？咱这个稻米叫是免疫制的，叫福摩沙。咱要有到这点的时候，至少30天，可能要50天的时间，但咱要有过决心。有这个决心，较球较欠咧，食较少咧，食配较少，食较硬咧，和咱这个环境来比咧，化起来。我去纽西兰，像纽西兰10天左右，足赞叹，海边拢无垃圾啊，无什么垃圾啦，嘛无什么叉壳啦，无什么塑胶袋啦，无什么纸袋啦，无死鱼啊啦，无死虾啊啦，无迄款歹味，水当当。我甲纽西兰朋友讲，哦，我恁若正够做安尼，这个环境保护做啊，遮清遮好安尼，啊，纽西兰规个国家南岛、北岛安尼，啊，水当当安尼，环境足好，每一个家庭头前就花园，后边就菜园。伊讲恁台湾啊，50年前甲阮同款呢，确实啦，50年前咱台湾足水啊，我厝头前的水沟细条细条，像咱这个。像咱这个岛啊，这大半安尼尔，哦，暗暝也有，哦，有河流，有迄个什么白大，咱讲叫八刀鱼哦，白大刀大刀鱼啊，有大刀鱼啊，哦，啊，当然嘛有过去啦吼，哈，啊，我那阵吼，细汉的时候上快乐的代志，有热天热干的闻唔到啊，啊，足热闹差无差，穿底裤做咱的吼。爱心吼、哦，畚箕吼，去遐放落水里流落来，甲放落食。哇、啊，对面顶一直流水，流啊食。啊，畚箕怎啊捧起来先？哇，河流大肚啊，吼、哦，阿妹啊拢有啊。啊，若要食河流，就甲遐放掉。哎，啊鱼啊足细尾，大肚较细尾，就甲放掉啊。类似安尼啊。啊，农田你迄稻田内底，迄青蛙拢会食你啊。要太有钱通买肉买鱼，无啦。溪沟底发大尾鱼，才大半的来抬来食。啊，然后田内底迄水田内底遐，吼、哦，啊掠河流都好河流有，啊然后咧去钓水鸡啊，水鸡就是啊嘛田鱼，哦钓田鱼吼，啊即摆吼呐，伫我挂了的时吼，哦迄竿啊挂规定几万只来，啊竿啊竿走的时吼，你去寻，啊两个，啊两个青壳的呢，吼、哦。青壳的等下伫炖什么药啊啦，煎什么草药啊，啊就食安怎拄安怎。足好啊！哎，哎，个想起吼，非常幸福。我感觉即摆囡仔，我个囝，我讲，哎、欸，恁是爱足不幸福个啦。用阿爸，你都说幸福啊！啊，讲我听，我啊念神啦，吼，神当然袂食你啦，但是嘛，有人去补去食啦吼，掠鸟啊啦吼，吼，拢足趣味个啊！即摆贷款，即摆即个囡仔，咱个下一代足可怜个啊！要读册读无册，你啊，嘛读无册呢？因啥？伊都时间伤济，顶多读无册啊！我要甲阮囡仔，我三囡仔拢牵去田做工课，阮伊也着反对呢。别人伊拢在读册，一工工在读册，你个囡仔一工工要做田，咧读哪些？哎，我骗笑诶！啊，我毋是一工工在做田，无着上山，无着落田，做到要死诶！剩诶时间才有读册啊，才有读册时间，我毋足专心在读册啊，都毋是讲时间足侪在读册讲。你个时间足侪，敢若胡思乱想，伫遐拍电脑，要读哪有册？对无？咱安尼嘛是读袂较输人，敢毋是？总共一句啦，我头先足感慨，就是讲，咱秘书长哦，他是悲天悯人呐、啊。听着讲咱，讲着讲咱台湾人安尼去用欺负干呢，大家都足可怜、足艰苦哦。阿的心伊就足感慨，那是我会知感慨。对民进党讲的民进党的心足感慨。咱五万李登辉，李登辉和咱失望了，换五万民进党，2000年选举，性命甲天。2004年，我想伊都袂当，惊伊袂当选啊！我伫中华关因花博的关咧，我创12迄个看板，大看板，差不多2倍3倍大，开70-80万啊！到处个空迄创个大看板，所有南北二路去看花博，拢看到我的看板，就甲敲电话，朋友捌过来甲敲电话，哦，你的看板足大哦，你停哪边啊？因为啥？我认为李彦哲已经不便出来停辩啊！
哦，因为去用抹黑抹到这个程度，我怎啊用中央研究院教授的名义去停辩，甲创十二个看板，都花博附近安尼，拢总十二个安尼。欸，咱毋是讲我要甲讨一个一官半职，我无需要啊。但是咱希望伊为台湾行出一条路来，结果是安那，无行出这条路，阁予人泡落地牢，吼、哦，对咱台湾人下死下贱啊，对不？所以哦。讲起来真感慨，所以咱希望咱要投这票的时，爱仔细思考，哦，爱先想讲咱台湾咱平民政府要来努力，一心一意，就支持咱民政府这个法理论述，行未落，行未落，搁过，这步行了，搁个人的一件真够，甚至日本嘛够，咱支持咱秘书长继续努力，继续够，好不？谢谢各位，谢谢。稍等，不好意思、哦、因为他拄啊呢，他咪讲我的家庭吼、哦，生活真好。我从细汉囡仔的时阵吼、哦，阮阿公吼、哦，日本时代吼、哦，办迄个做，那叫啥杂货店，等于是日本时代百货公司啦。啊，不管是我的内公也好，我的外公也好哈。啊，外公是做日本时代保证，所以一向哦，我是分林管人，我的祖厝还佫伫岛内，啊，佫足侪土地拢伫分林，所以我从细汉我毋捌艰苦过，所以有当时吼、哦，我看到迄、那个咱的迄个总理的迄个册吼，哦，我若想讲，啊，哪有人遮尔啊艰苦安尼吼，啊，我是感觉讲我真幸福啦，所以就想着讲吼。现在那些农民啊，吼，啊，那些人安尼捡鱼怎呢吼？向哦，实在是唔知要怎讲啦。我今日呢，咱的因为咱话这边三点嘛吼，我今日有两个代志要拜托各位。第一，三天时间过真紧，你听上课听足爽的，听你以前捌听过。啊，你咪感觉讲，我讲的有理也无，所以我无论啊，我要拜托你，你无看册的习惯，你一定爱买迄本册当去看。我唔是要趁钱啊，你也知影，这个钱拢无，我做的册我唔捌摕一角银放喺家己落地啊。你会当问咱这干部拢足清楚，唔是讲迄个钱要放喺我落地啊，但是我要拜托你爱看册。啊，即马伫六个州，我话咧要来找宣导团。但要做宣导团的团员，我一定要甲你考试。哦，你有确实来了解，你才会当做宣导团的团员。第二点要拜托各位，你爱买两支旗啊，等于出来。所有人不管啥物人，伫美军入来的时阵，迄两支旗啊，拜托你甲挂出来。迄两支旗啊，一支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旗。这支是九月七八美国人的国会，一个国家安全会议代表荷兰的。一支另外一支是台湾民政的旗啊。这两个旗啊，那一支咱是300块，啊两支500。我拜托各位，你这个钱一定爱开啦，一定爱，你着粉减吃几包啊，啊酒吼减吃一个就好啊啦，啊粉吼减买一束啊就好啊啦。配的减买是上就有啊啦。另外呢，你干那买机啊吼，我即马特别，咱有去拜托人去做迄个啊，做咱大家看这老鹰啊吼，中华伊对不对？买无对不对？真正你买无啦。所以，但是咱即马有老鹰的吼，塑胶的，特别去甲开模啊。我拜托迄个人，迄个卖时间的迄个店吼，去开模啊。老鹰的是塑胶的吼，啊，迄个。迄、那个啊，做期间吼，安尼一组加起是400块，所以拜托各位吼、哦，你是咱的成员，你这两支旗啊，因为现主是高雄、台中这边，拢已经足侪人拢这两支啊拢拆起来。你甲注意看，你甲拆起来吼、哦，你会看到美国人去甲你翕相。即马真侪人去拆迄个5000的旗啊，但是我要拜托各位，美国旗咱来拆啦。爱让美国人知影讲，咱是伫听伊的；让中国人知影讲，迄地毋是台湾，毋是伊的土地。所以这点呢，
就是咱伫即个受训即三天，无论安怎要甲各位讲，就是即两支旗，你一定爱摕转去。吼、哦，啊，因为尤其是咱若阵有大型的活动的时阵吼，咱会当来摕即两支旗出来，啊，甚物挂伫咱的厝内底。尤其是美军，我甲各位保证，美军上万上万，今年年底一定入来。当然已经入来四十个，恁知影吼？迄、那个海军陆战队入来40个啊！我有甲大家做过报告。美国政府伫甲咱配合，特别去甲你宣布讲金门马祖是中国籍，甚至去压迫迄个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身份证，哎，这个护照若要申请，哎，本人去翕相，当时迄个人别啊，就是要甲你台湾人甲中国人要甲跳开。当然，咱先做啊，即摆伊嘛对你做。迄、那个机啊吼，就是咱即摆有看到迄个机啊，伫边啊有啊。迄、那个陈小姐，迄机啊来照啊好啊。哎，对。我迄不共款啦，迄是原版啊，迄是金属做的。这真轻啊，这是塑胶做的，啊，但是完全一模一样，哈、哦，这是塑胶。我先讲这塑胶啊，迄个机啊，迄种的，迄吼、哦，坦白讲吼，干那十机啦，已经十机我摸上来吼，不是摸上来，咱寄来吼，马上大家拢订了了去啊，所以歹势无多各位，干那会当摄到这种塑胶，但是我100机尔，啊，昨都有一个同志买16机去，啊，这是要拜托各位哈，啊，大家。不是捧场啦，不是赚，我不是你赚钱哦，这不是你卖膏药吼，啊是甲各位讲吼，这表示讲你是什么人，哦，要让台湾人知影你到底什么人。过来就是今日呢，咱的时间吼，我那是差不多啊啦。过来要翕相，想要来翕相，每一摆拢爱翕相的原因就是讲，这个相片美国拢在对。坦白讲吼，第二届的时候，美国 CIA 有派人来。啊，有讲即几届要阁派人来，哦，啊，伊派人来，伊拢有甲我讲，叫我袂当甲伊公开宣布，哦，啊，所以呢，咱爱讲就是讲，咱不管咱是即个国民身份证也好，啊，是咱即个上课也好，咱拢是老老实实，应该上的课一分钟我都唔敢，啊，就讲无照时间啦，哦，就讲爱上到三点，我都一定上到三点，会超过袂讲时间无个，啊，咱准拄煞，因为这方面吼。咱台湾人一定要做好啊，照以前的台湾人迄款，唔通去学迄个中国文化。所以你看，咱即摆伫上课内底有即、這个咱的蔡总理哦，甲大家人讲，伊安那做官，就是予大家人有即、這个。虽然你还未做官，予大家人已经有做官的经验，这非常非常的要紧。大家一定唔通看轻你家己，唔通讲家己感觉讲啊，我家己无名，我没有知名度，你放心。将民政府来接到政权的时阵，报纸逐天刊你的名，你就非常有名啦。所以有的人讲啊，恁这人拢无名，不要紧。但是我会当讲，咱这是真真正正台湾的精英，无管你是几岁。可惜就是这个论述，甲最近即摆才发现，啊以前无发现。阿扁嘛甲我问谈，我去看阿扁4次，阿扁甲我讲，林先生，你若较早发现的就好啦。我足早就发现啊。老早就跟你讲啊，是你家己无时间去看迄本册啊。迄本册是叫做《台美关系关键报告》，迄写甲足简单诶，伊无看啊，所以到落尾啊，伊才感觉讲啊，唔对起。但是我甲各位讲，蔡英文袂调啦，因为美国 CIA 有甲我讲，因算过讲伊诶票数 ，CIA 伫算票数非常非常诶准哦。你像阿扁啊顶回吼，伊算算讲阿扁啊。可能会赢30000票，因现主席 CIA 伫台湾有2000名的情报人员，伊讲阿扁啊会赢30000票，结果创出来几万，26000，非常的准啊！哦，啊，迄个阿扁也好，李登辉的时阵伊嘛是安尼哦，你敢知影？阿扁啊，迄样拍迄两粒枪子哦，落尾啊，中国国民党点点的原因是啥？你知不知？是美国摕迄个卫星的照片出来。摕迄个卫星的照片摕出来，予国民党的高干看，因遐前年前的因遐看，迄是确确实实调枪的，毋是作假。啊，无原因原来伫甲你乱的时阵，哦，迄假啦，落尾啊美国摕出来。啊，你敢知影即个阿扁啊？迄当阵
迄当阵伊要第二摆吼，为着迄两粒圣旨，啊无会甲宣布当选的时阵有无？啥物人甲伊讲的？你知毋知？夏新啊，夏新甲阿扁也真好。阿扁也讲吼，都以前的迄个 AIT 的理事长啊，查某迄个无，哎，讲话足大声迄个啦。伊甲阿扁也偷讲，伊讲吼，你呐中央选举委员会啊，迄张你当选的名单甲打出来。半点前过来的美国的贺电就到位，是怎美国的贺电？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是美军军事占领的土地嘛，你占领的土地，你要做这个中华民国代理美军的占领的元首啊，一定要美国同意。所以阿扁啊，刚问那个夏新的时候，夏新甲讲哦，由贺电已经在总统的桌子上，你只要吼、哦，那个中央选举委员那一张甲公布的时候啊。马上贺电就到伊，果然无错。迄边你若注意看报纸，伊要打迄张吼，通派是安尼，破雾偌大嘞，玻璃破啊，大家你伊甲组织你会记得无？因为国务院有人泄露这个消息，啊、哦，所以后尾啊，夏新叫换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啦，伊个美国甲伊讲，伊是泄露国家机密啦，所以甲伊换掉。啊，佮迄个 Stephen Yang 有啊，即马走去伫香港去做迄个大赛，迄个有啊，迄个总理，迄个领事，迄个啊，伊落去用换掉，什么原因你知无？我今日甲侬讲，讲这报道恁看袂到的啦，因为伊去用宋楚瑜害着，因为伊真爱看迄个中国的连续剧啦，啊，所以宋楚瑜就计较，叫迄个黄义交啊去电视台甲 copy 迄个录影带，啊，未演完就 copy 了，啊，送互迄个 Stephen Yang 啦，杨淑丽啦，迄个了后 CIA 甲美国。国务院报告抬头，所以有真侪代，你唔通看美国吼、哦，真正真严。尤其今年的四月二八，咱去甲伊抗议的时阵吼、哦，咱有甲 CIA 讲，你我若去甲你抗议，你爱派恁上届管的该管的阶级出来甲咱接待，有派无？有，迄个啊，做迄个啥？迄个发言人，迄个肥肥的啊，做叫做斐世莲有啊。啊、哦，斐世莲伊就出来哦，你看相片的迄个像假片，迄个哇，迄个真歹哦，这职业的哦，这个职业的迄个外交官，伊出来甲咱接，所以你甲看吼、哦，不管咱做啥物物件，即马咱美国有伫甲咱配合，啊，但是美国有甲咱讲一点嘛，啊，你人都遐少咧，哦，啊，你人那么少，啊，这样不成气候啦，我爱偌济人才成气候啦，伊讲你要接建款嘛，爱四千人。咱即马多啊五百个啦，即甲即期多啊五百个啦，啊要四千人啊，爱个八届九八七十二期啦，还有七十二期，我想我直接我迄个屁股会困到吼，即个骨头吼，唔知被困到什么程度去，所以吼、哦，若有机会恁的朋友通知来受训啦，袂甲伊食亏啦，尤其即期即个叫做一月七月初八初九初十的迄个大学生吼、哦。把你的酒店报名来参加啦、啊、用心一点、哦、用心一点、哦、你好、哦、你提供我还是大家、哦、大家好、啊、你有同意吗、嗯、我在那个有把那个每一家的这些同心都说每一个人要负责介绍一个人啊，如果咱现在有五百个、啊、介绍五百个多五级、哦、这样就一千个嘛，对不对？到八个月就一千个哦，唔是一千哦，因为咱后壁咱有，那继续啊，咱这个第十届、第十一届拢继续啊，安尼看我都安尼拼吼，我拼到年底吼，四五千个有啊，我甲美国讲，我们准备好了，与美国问啊 ，Are you ready？ 我们没有啊，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所以十二月二四，咱要举行十万人的聚会，要叫美国来宣布停止选举，好唔？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做到这点。我虽然不敢说百分之百，因为咱的人无够，我不敢讲啦。但是那人有够，我绝对要要求美国停止选举，将政权还给台湾人。今日上课，大家多谢各位。好，请起立。立正，行立。咱在此，这个彭阿兄感谢咱的秘书长，哎，